从天降，二六时中洒甘露，参加人等消业障，亡灵升天生净土。有缘见到萨婆诃萨埵世菩萨，大势至萨婆萨埵那诃揭摩多罗多罗花舍耶帝，摩诃花舍耶帝多来多来。智慧也不是这辈子有智慧啊，明天要不要有智慧啊？要。后天要不要有智慧啊？要。下个月要不要有智慧啊？要。那所以今天八关斋戒就很清楚了，跟我念：让智慧延续，让智慧善根不断，善根不断。对，生命有轮回，所以借这个八关斋戒，让我们越来越圆满，圆满。佛陀圆满菩萨的力量，具足罗汉的解脱，更有人天的福报，所以八关斋戒作为人天福报的资粮，这个为基础，那你就假清净欢乐啊。外面的人90%都是为了钱而过生活，但是现在经济不景气啊，我们学佛的人，我们也要有福报，但是这个福报是种来的，不是求来的啊！所以大家明白这一点了。这个福报要跟我念：供养三宝，供养三宝，帮助众生，帮助众生，就有大福报，就有大福报。对呀、啊，持戒有福报，布施也有福报，忍辱更有福报，孝顺父母也是最基本的福报啊！所以我们修学佛法的人，行菩萨道的人，四面八方福报都跟着你。愿慈祥化天使，
问讯。南无摩揭佛提毗沙奢提卢毗卢波罗波罗僧伽耶梵那揭陀耶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耶准提他毗沙奢毗沙奢毗沙奢三摩揭谛娑诃南无摩揭佛提毗沙奢提卢毗卢波罗波罗僧伽耶梵那揭陀耶当愿